哎，开干了！没得，爸爸。你看，哎呀，好好的就今天那个那个龟湖了。我兄弟，这匹的跑那个的，我完全跑那个场。哦，对对对，跑那个，中单拍了，要不弄？不当了的嘞，那个围都围到，哦，那就跑不到了噻。哪有就回了不啊？回阳谷，因为明天早上上车了。哦，回了。哦，上动车了，下午晚上8点过去了。哎呀，原来就是这些。哎，快哟！啊，晓得。这个东西还有一个讲究，皮实都有讲究。人家说111切皮，带个切字，任何的要切就把我逮到的意思。你把切烤也把切到。哦，就给切出去了。看到看到看到，哎，你看，把那个圈子一上去，哎，就跟一朵花一样的。这个嘛有5块，哎，我说这个粗点嘛，我说好粗，这样看嘛，我看一下这样子呀，爸爸嘛，嗯，爸爸爸爸爸爸，这米长得圆进去。哎，这个地形，这个木子呀，这里得了的圆的东西的，对了，这个东西有圆方了噻。你出的我来就没得那是圆方。走，我们回去，反正师傅来看没对，又修正哈。嗯。啊，行不行？你赢了嘞。那你喝一下就行了。你吃的是2次2的吗？好像不能问你是2次2。嗯。那这海瓜是哪里的？师傅嘞，嗯，要小萝卜，轻的很，就是的。嗯，咋种啊？不好的。你注意点，太你轻点。是要从2、3、4个人采。起码要100斤。来，大哥，你要有一定的效，你就要有一定的功夫噻。你有点效，你就有功夫，就要不时间不是功夫，功夫就是时间，时间就是功夫。你不然子你搞不好，搞要得搞好就要功夫，就要时间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哦。嗯。放在那里，你那不是不弄手的是？我一个是不弄手了，你看这个，说来这个吃了2分钟，你这个底下在呢，这个一头那毛不粗了。对对对。对。对不对？那么都不穿的，随便你看到湿的晚上，在你按的种，你去了那会上也那一把都不穿，是不是？看了，这是出太阳，这搞一下。
我们家的田野子也多。哦，来来来，可这个拿回来，这边雨林的。我晒干，可掉晒干了，你可能更高。